连笔手写，对，比较自然，与下个笔画相呼应。对，在起比较轻，漏光轻入笔，向右下方，然后再向左下方，转折的地方稍微停顿一下，然后再向右下方，不要太长，比较短，中间的空的间距稍微大一点。尖，先写这个竖画，再写这个横折，再用点来代替，向右挑带压下去重，然后再轻，过来之后向下垂直拨出去，里面这部分向左上方靠，两个横画，连笔书写，向上面靠，上紧下松，下面空间大点，注意在高低要变化，左边间距小，右边间距大，这要短一点，要长一点，要长短变化。